我中文唔太好，我希望由基础专上教育文凭读起，直升副学士再升 U。喺度读书令我好有信心升到大学。咁学校有升学天书啦，亦都有一系列嘅升学讲座、模拟面试同埋老师推荐计划，令我哋有更明确嘅升学目标。Frankie， 你 in 嗰阵时放松都得噶啦，我相信你入 U 一定冇问题。我喺 CC 毕业咗之后咧，就喺中大度读社会学。当时我有5间大学嘅 offer， 最后我拣咗香港大学。